你怎么回来了？里面有鬼。那你回来干嘛呀？我怕你害怕。 你是这个题目的负责人吗？我有个问题要跟你反馈啊。你们这个题目叫做找规律，对吧？但是，你这个第三声跟第五声它根本就是不一样的。你说什么？你是在质疑我吗？来，你坐，我今天高低把这事儿给你说明白了。摩斯密码全称摩尔斯密码，是一个二进制数列组成的，诞生于1837年。琳琳，你没事吧？ 爸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大哥，你是练体育的吗？琳琳呢？谁让琳琳？咱们怎么回去？我现在特别忙，你跟我说，我也不知道我们在哪儿呢。
我先走了，你在这儿待着，我去看看他走了没。骗我那么多，回敬一次不过分吧。你怎么回来了？里面有鬼。那你回来干嘛呀？我怕你害怕。愣着干嘛？走啊！这么简单的问题，下次不要再犯了。实在不好意思，送您几张票，欢迎下次再来找 bug。没事吧？没事啊。我有话跟你说。行，那就晚上9:30七小天台见。好，我等你。那